我们都不会教导，都是他自己的努力，也不是很高兴啊。7月17日，周深工作室官宣，8月24日举办的周深杭州演唱会将于7月19日，也就是周五20点开启预售。从官宣到售票仅3天时间，比去年的深深感谢你的时间还要极限。周深这是玩极限上瘾了。不过场场秒售罄，这就是内地最年轻体育场巡演歌手实力唱将的底气。目前周深已官宣并开票的城市有上海，2日连开，深圳、成都、贵阳、武汉、南京也是2日连开，场场都是秒售罄，一票难求。已成功举办的几场演唱会上座率也是场场爆满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都认证的火爆，每场演出连场外都挤满了没抢到票的观众，而且每次演出结束后都有无数观众嚼口称赞。除了周深顶级的唱功令人折服，演唱会硬件设备也是一流，包括奥运音效团队、豪华音响设备以及业内顶尖舞美团队、密映工作室，处处体现出用心。这个戒指太重了，让我重来一次好不好？戒指太重了，影响我发挥。就是年纪一大把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还要学一个新的事情，我觉得也很有乐趣。你们鼓励我好吗？保你个头！好，来了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那我舞台给你们。他们太可爱了，小朋友们唱的好不好？突然他们一出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在多彩贵州风的这个叫演唱会上面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你们。啊，这是大家可能看到过古风的我、飘渺的我、高冷的我，但是。怎么说呢，我觉得来，我们全场一人倒数5个数字，我们的摄像老师转起来吧。再来说说刚刚结束的家乡贵阳演唱会的战绩，2024周深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主话题阅读量破22亿，全网热搜破100个，相关话题阅读量破12亿，相关热搜话题播放量破1亿，不愧是被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认证的开票即售罄，场场火爆。而且发现工作室跟周老板混久了，越来越有周深的气质了。战报中说，奇迹米米和奇迹深深更配哦。那确实，战报中特意提到了4万人一起蹦苗迪好 city 啊，还说魔术小课程升级上新，这次就成功了。不许反驳，不许反驳，就问你小世子，你是被老板揍了，还是被老板胁迫了？亦或是这就是老板自己写的？不许反驳。Thank you.
17日，天猫精灵官微发布，周深真的要来天猫精灵八月发布会了，正式官宣周深将出席8月5日天猫精灵北京新品发布会，现场还有三重惊喜大礼包。至于如何获取入场券，大家可以去看官微。另外，腾讯娱乐官微也在17日官宣了，2024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音乐典礼将于7月21日举办，周深加盟，并将抽取一位幸运网友送上门票一张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最后，第31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投票第3轮已经正式开始，米子们不要忘记了每天投票。当然，在投票的间隙也不要忘记了随时关注洪水海啸的喷发，毕竟这种景观还是很卓越的，是值得被留存的。跟着你到天天，相会在如烟的昨岁。